啊，绳子断了，这个结的话。这个是什么？就发现一截尾巴要惊动了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看这尾巴，你们看出来是什么蛇了没有啊？把它的名字打在公屏上面了。哎呀，出来了！其实好出来了，我们赶紧看一看。哇靠！哇！哇，这里荒草啊，很多荒草，但是我发现里面的话有一个鸟窝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啊，不知道你们发现有没有发现盘成一坨的那个鸟窝啊，看到的话打也不看到啊。哇 ，OK， 那么咱们进去里看一看吧，这里的话有点荒啊，下不去，但是我们哎，手机都掉。手机掉了，手机掉了。哎呀，在里面，在里面啊！咱们录着不要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一条灰鼠蛇，一头灰蛇。啊，灰鼠蛇咱们都见得多了，好吧？这是一种中小型的无毒蛇类啊，这种蛇偏树蛇，要不咱们就不打扰它了，好吧？毕竟这种蛇咱们见得多啊。OK。咱们就不管他了啊，走。中途休息一下，顺便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。有很多人问，为什么同一种毒蛇咬，有的人的话撑不过两个小时，有的人可以撑过很久。那么里面的因素有很多啊。第一，就是蛇咬到的注毒量啊，这个很关键啊。大家都知道，毒蛇咬的话，注毒量越大，就会越危险。第二，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，有的人体质比较好，所以他就扛得越久，有的人比较弱，所以他就扛不了。第三，就是咬到的部位，如果咬到手啊脚这些位置的话，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，如果咬到近心端的位置，那样的话啊就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毕竟啊蛇毒攻心，就会让人啊无以回天了。第五的话，就是有一些毒蛇咬人的话，它是空咬的，没有注射这个毒液，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有的，比如说一些注毒量比较小的毒蛇啊，就会出现这种空咬的情况。相信我说那么多大家都懂了吧啊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啊打在评论区或者公屏上面啊。同时像我这种户外拍摄也是很辛苦也很危险啊，希望大家可以三连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了啊。 OK， 那么咱们继续出发了。 OK， 今晚又遇到一条比较小的，哇靠，看到没有，别看得这么小啊，一条小可爱。哎呀，特别的漂亮啊。哎呀，但是它那种气息的话都没那么好。小可爱。哎呀，漂亮吧，兄弟们，漂亮吧。这条是一条幼年的舟山，幼年的舟山啊，而且还是一条木蛇啊。看到没有，这边真的特别可爱。OK， 咱们不去惹它。OK 啊，好了，咱们不去招惹它啊。这么小的话，它也是出来觅食，在这个小溪边发现它的。它应该是去吃一些鱼类吧，因为你像一些食物比较大的老鼠啊，它也吃不上，主要是吃一些小的蛙类，还有鱼类啊。啊，大家看一下它啊，体后的花纹也是比较杂啊。看看它身体上的花纹啊，看看吧。哎，舟山眼镜蛇啊，粉和毒素啊，眼镜蛇科，眼镜蛇属啊。同时拥有了神经毒素，还有血栓毒啊，还有细胞毒啊。不过它最主要的毒液成分就是它的细胞毒啊，起码有60%-70%以上的细胞毒啊。被它咬到的话也是很危险，相当危险啊！就是它这种细胞毒啊，会造成这种肌肉组织的大面积坏死。所以说啊，它也像五步蛇一样烂肉，烂到骨头，严重的话会导致截肢啊，甚至会失去生命。OK 啊，
野外看到蛇了，咱们要远离啊，要远离。走。哪里啊？就在这个洞口，到底是什么动物啊？完了，是一条狗。哦，哇，一头狗啊！咱们把它救上来啊！啊，怎么掉下去的？直接扎火了，完蛋了！啊！救上来，救上来！看到没有，这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。有什么办法？有什么办法啊？用什么救上来的？等一下救上来会不会咬我？我靠！这里有个救生圈啊，发现了一根绳子，咱们看看啊，能不能把它救上来啊？用一个绳子吧。OK， 咱们把这个绳子打了一个结啊，我看能不能把它。这是不能套住他的脖子，知道没有？套住他的身体的话就好一点啊。来，乖乖，乖乖，快点，脚快点，脚拉住我，不要套住脖子的话是不行的。对，快点。啊，我的乖乖，快点，然后绑住他的脚啊。对。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啊！对，哇、哦，绳子断了，这个结的话打得不好啊！啊，重新打过，重新打过，这结打得不好啊！但是不能套住他的脖子，知道没有？套住他脖子的话可不行。哎呀，这个结打得不好，所以单手操作也是挺麻烦的。等一下，哦、快不行了。那小狗啊，快点！底下还有一个情况，快点抓住绳子，抓住绳子啊！抓住绳子，抓住绳子啊！我的天、啊，快点，不能套住你的脖子啊，这样的话就不行的。哎呀，快点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，一个手的话不好操作啊！哦，对，对对，就这样。这样的话是不行，套住两个，两个。哎呀，太过于结实了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！快点，快点啊！有点难搞，有点难搞。不管了，套住他的脖子，要把他套上来。我用钩子吧，用钩子吧。我的钩子去哪里啊？能拉上来不？哎呀！不行不行，视频不能拍了，咱们直接把它捞上来再说吧。啊，这绳子快可以了，绑一下，直接绑到的腿拉扯上来啊。好、哦，可以啊，快点！哇，哇、哦，上来了！啊，这家伙的话已经是奄奄一息了，啊，看到没有，乖乖乖乖，啊，现在咱们把这个绳子给打开啊，啊，乖乖，别动啊，我害怕它咬我，知道没有？
我们现在把这个绳子给打开先。对，那就这样嘛，打开先。哇，成功啊，解救成功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完美结束啊，兄弟们。把这个坑，哎，有没有东西把这个坑给填一下，填一下，填一下这个坑先啊，等一下它要掉进去的话就麻烦了。这坑的话啊，为什么这个是老鼠的话没进去，反而这个狗进去了呢？所以嘛啊，他们的初步售后就是这样了啊。